太好了太好了，终于出太阳了。妈妈，我们能去游乐场了吗？不能哦。可是你前几天答应过我们，等天晴了就去游乐场玩的。妈妈，你说话不算数。不好意思，佩奇乔治，这几天太忙了，忘记了。那我们现在出门去游乐场吧。这个游乐场不行哦，这里也不行哦。妈妈，这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们去玩吧。今天在游乐场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不过我更想去室内游乐场玩，因为室内游乐场除了滑滑梯和波波池，还有其他好多好玩的。我也是。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去室内游乐场玩吗？是因为室内的要花钱买门票，你舍不得买。当然不是，是因为室外的更通风，如果有病毒或细菌也会被太阳杀死，被风吹走。而室内的别说阳光，连窗户都没有。相比之下，我更想你们去室外玩耍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我们下次还可以去吗？妈妈，当然可以了。